你讲啊，这是安那？这是看起来气色真好。切，我逐天看起来气色足好，不急。技师哎，技师看起来真有个性，真有个性的定义是有压迫感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袂用迄件着耗钱一家伙啊！万一你若我迄件走起，厉害啊！安那，技师。技师真适合你哦，嘛真适合今日场合。巧。我看到你找到你的真命天子哦，我想伊替你感觉足欢喜。我来讲哦，我感觉吼，这浩杰真正是我的 Mr. Right 呢。你敢知呀？人海茫茫，我终于等到他了。啊，我真正感觉我今麦足幸福的，我的幸福连咩有咩来？是讲燕君，你今仔看起来面色嘛是无介好，你人无较好哦。我食医生开的药啊，好真多啊啦。唉，我这条命咱捡回来，那感谢老董。只是我的胸襟歹意，都参像不定时炸弹同款，随时都有性命危险。好佳哉，干那医生你。甲老董知影这件代志，总之市长甲伊查某囝唔知影，阿若无小心来传出去，恐惊的有人当作是谈判的条件。你唔免烦恼啦，你是濒临绝种的稀有动物啊！我甲阮阿公一定好好保护你的。阿你啊，家己爱较坚持的，至少爱时时甲看到我穿白纱甲浩杰走上红毯的那一天，当我幸福的见证者。这是我的性命，随时都有可能光着就走。我唔知影是唔是能等到伊讲了。巧，所以你的动作要较紧的。有啦，你看，我准备遐尼侪束战袍哦，就是怕死，要做一遍个浩劫，手到擒来。嘿嘿，还是讲，我平时爱装扮，你敢会感觉？我好像有一种装嫩的感觉哈、啊，我嘛有考虑过珍珠啊，也毋过我惊讲珍珠会显得老气。巧，我感觉你即个足认真诶呢，我毋捌看过你对倒一查甫囡仔遮尼要紧过。阿伯讲，我正常对你嘛足认真诶。我诶意思是讲，我每一遍谈恋爱诶时阵，我拢足认真诶。虽然每一遍嘛拢惨遭滑铁卢，啊，这遍嘛无确定是毋是得一定会当达成成功。哎呦，都讲都紧张诶！你莫紧张啦，你要有信心，要勇敢追爱。而且我看会出来，浩杰因爸爸妈妈拢真介意你啊。就算我老董介意小林，你嘛是会当做伙啊。只要全家拢点头通过，一定无问题。讲的嘛是有影，啊，不一定哦，我是领养来啊，甲因当家无真正血缘关系啊，家家就是顺我迄个老国婆的意，甲当家断绝关系，然后才阁光明正大嫁给浩杰。老董是一个真开明的人，我这么疼你，伊绝对袂反对的。搁再讲，你这么古灵精怪，有你甲浩杰斗三工哦，一定当甲伊帮助坐稳接班人的位置。看燕君安尼，我真正想要甲子怡已经甲雪英太结婚的代志讲出来。哎呦，又唔过佫惊伊袂堪咩？啊，速速去好，我也是暂时保密啦。哎，燕君啊，我知影你一直拢做烦恼子玲安全对无？啊，我甲你讲啦，啊，惠珍哦，阮阿爸已经认伊做客查某囝啊，等于子玲就是阮达人集团的人啊。既然是家己人，阮大家哦，一定好好保护伊，所以你就莫伤过烦恼啊。
唔对呢，我开车的时阵哦，拢常常换车鞋。啊，那万一最近我神经阁破去，袂记得把高跟鞋换转来，好浩杰看到那种不搭嘎的造型，万一哪会对我大打折扣，是变怎？为了以防万一，袂用的，还是坐警车。小代一到位，我有请司机先替我开车门，然后我先露出一双美腿再走下车，就参像那大型颁奖典礼的女明星同款啊！一定迷死一挂人。我是赶紧先包装啦，一定要成为今仔暗下最闪亮的女主角。车速那变慢啊！头前就想跟你办保安单车环岛活动，封街啊，啊，搁塞路，所以大家拢塞在这啊。哈！哎呦，那恁是要塞偌久啊？我哩赶时间呢。我都确定的，因为足侪无共路的车，拢爱上这高架，恐惊会塞真久哦。叫卡来哦，浩杰准备好阿未？人呢？哦，伊咧换衫鞋要好啊，还是我来甲催一下好啊？我替伊接电话啦。喂，啥？阿姨，恁厝阿未啊？歹势啦，因为我正在搭车，所以较慢到。啊，恁一定要等我哦。阮准备要出发啦，你若是无法度赶过来，不要紧啦。为你老大负责。要记的人哦，是叶孙啊。安全上重要，唔免管哈。啊，我袂用的啦，这样重要时阵我一定爱在场。绝对袂好阿公趁这机会讲我的歹话。啊，我一定唔管啦。阿姨，您等我就对啊，我袂迟到辛苦啦哈。啊，等等见。妈，阿对的，先来打电话给我。巧公哦，因为他车啦，伊会较慢到，爱咱等伊。啊，不过我是认为哦，头一届甲是大人见面，莫予伊等啦。无安尼啦，你是出发，我伫遮等巧。惠弟，老董事长要见的人是伊的孙啊，咱其他的人哦，较慢到无要紧。嗯，安尼嘛好啦。阿伯爸，咱先来便宜哦，甲等等见面啦。可以啊，阿伯，我好决心来。好，妈，我来去啊。明仔，多谢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你买倒？我要去头前便利商店买物件。我需要你到三江。我要买你一台车。袂用的脱妆，袂用的流汗，嘛袂用的把裤袜搞破去。切，我是啥？我是轰动武林、惊动万高的陈月娇呢。铁人三项对我来讲一点仔问题都无，我一定要准时，而且跟美美的出现在浩杰面头前。浩杰，等我，我来啊！
加再 F， 而且搁提早五分钟 ，perfect。等阿伯正式甲阿公认做鬼宗了后，阿来就是要准备我甲浩杰婚礼啊。还是讲，到时阵我若要冠夫姓，就爱叫陈陈月娇，敢有人安尼叫啊？啊，出来伊啊，我家己就好啊。经理来，安尼哪好阿伯？你看啦，我为着浩杰哦，今仔日安尼全感觉平时啊打扮拢无同款呢，足慎重的哦。是啊，坐啦。哦。浩杰哪会无看迄人？阿伯好。浩杰因哦，惊时间会白付，所以先出发啦。哦。是啊。阿母一挂话，想要甲你讲。咦，看唔安呢？伊应该是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当面面试我这新妇。陈月佳哦，你得好好表现哦，来就去。爸阿母，看你是想要问啥，你就尽量问。我保证，绝对拢会清清楚楚交代。阿婆啊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啊。我叫陈月娇，就是大家拢知影迄个著名的千金名模俏。啊，因为啊，我甲阮妈哦，一直拢受到咱集团的排挤，啊，我为着要替家己争一口气，所以就选择行演艺界这条路。唉，不过讲实在，我常常惹一挂是非，可怜就是因为我天生有那种麻烦雷达、烂人雷达。哎呀，不过就算讲哦，我有做者绯闻。我嘛从来唔捌做过啥物违背良心的代志哦，你会当放心。你叫我保证，我对他姐是真心的。巧，你是几岁，互人领养的？你敢知影你的亲生爸母是啥？嗯，我唔知影。也毋过我知影是哦，我伫个红眼的时阵，就互阮爸妈抱去领养啊。我定定想。我应该是去往买回来，因为阮养母啊，有当时啊有那强强嘞，做代志拢不按牌理出牌。我是甲伊问过几啊遍啊，伊拢也无要承认啊，甚至哦，连我出生的这个病医伫个倒位，伊拢嘛无要甲我讲。啊，我想要追查嘛，追查袂出来。既然安尼，所以你的势力嘛是你的养母学袂讲的，对不？嗯，应该是啊。我妈我做平淡的啊，爱着想讲哦，每一年拢爱过生日做废气，所以当初去福建事务所甲我报户口的时阵啊，伊着规气啊，报一个二月二十九，啊四年还阁过一遍就好啊，安尼较省事啊。伊四年才替你过一遍生日，你的养母敢有好好照顾你？哎呀，有啦，你免烦恼啦。我妈迄个人哦，都较平淡尔，其实伊平时也嘛足生活的。啊，是讲哦，阮一家口啊，伫咧达人集团一直拢真受着排挤，尤其是阮爸过身了，迄语言攻击啊，更加直接呢。啊，我想咧，心肝头足艰苦的。啊，所以我毋才常常想讲，假使我当初毋是互好野人领养，是出生，也是讲伫咧普通的家庭内底大汉的。是不是我都唔免忍受这款异样眼光，还是言语霸凌啊？巧，你敢有期待，甲你的亲生爸母见面，想要知影伊是啥？那是有机会，当然嘛是好啊。我常常咧幻想哦，我的亲生爸母啊。伊一定是迄款足淳朴、足善良的人，而且伊两个阿婆感情一定足好诶。啊，就是因为安尼伤过幸福，毋才互人嫉妒，想讲甲我这个囡仔偷跑走，要破坏因的幸福。啊，你想哪？哎呦，你莫替我艰苦啦！其实我感觉即摆安尼嘛袂歹啊。
假使讲我的亲生爸妈，若知影我即摆咧驾人车呀，一定有哪会感觉足欢喜的。阿姆，啊，你阁有啥物想要问我无？做你问无要紧。那呢，我是不是会当做恁家的好媳妇啊？我真正做爱好奇的，我打算讲哦，甲伊结婚了，我至少要生五个囡仔，安尼拄啊好会当组一团篮球队，行出去的时阵，我请伊的。白银，你白银甲浩杰搞？为什么？啊，啊是讲我生五个不够？啊，不，我生十个好啊啦，啊拄啊好会当斗一组棒球队。巧，不是你不好，是你跟阮浩杰真正不适合。大家拢知影，浩杰真正爱的人是天娜。天娜离开了后，浩杰一直无法度为悲伤中走出来。啊，不过你敢那无法度体贴伊的心情，一直逼伊接受伊。我不是认为。你伫遮个性不好，只是恁两个人真正不适合。所以，是我想过伫遮，想过互恁有压迫感哦。无，我改嘛，我较慢嘞。你唔免改变你家己，不适合都是不适合。真正了解浩杰的人拢知影。浩杰这个人真重感情，你看，伊甲王查理的交情，伊对天娜的痴情，今仔浩杰上需要的，都是予伊加一寡时间，予伊偷偷行出来。其实，坦白讲，浩杰嘛一定真烦恼，伊无想要伤害你。今仔日，伊提早离开，都是为着要相骗你。伊唔知影要安怎开嘴，所以我这个做妈妈，替伊讲好清楚。那安尼，我，巧，你是一个条件真好的查某囡仔。我相信有真多理想的对象在等你啊！啊，不过阿母也是把你当作是家己的事实在看待。只是，真实的，我真正不希望你跟浩杰交往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？因为浩杰是我的后生。伊的个性我真正足了解，恁两个人真正不适合交往。好啦，我知影，我先来走。是为着要逼我，才把你先出发嘞。我明明是一个好人，我讲这样够人玩，是安怎伊敢讨厌我同款，点么机会拢无爱给我。还佫有迄坤爷，伊嘛是啦，进前讲我袂顺，那伊个查某囝同款，啊叫我爱定去甲因食饭，啊对我这样热情诶，叫我即马态度这么差，把我夹面手佫啊讲叫我离浩杰较远诶，莫甲伊过高低。还太多一点声，一点冷，哦，我拢傻无。
当然世间咧才有十啊。人海人嘛有伊家己的幸福啊。虽然讲伊真正痛苦十年，也毋过真爱终究还是回到身边。无亲像我一直叫我们怕钱。嗯，我只愿意当自己当为母。笑。我这个表侄女哦，一向拢安尼疯疯癫癫的，今麦唔知搁咧演多一出。啊，不过我看伊的表情，伊安尼敢有要紧？当然真有要紧。来遮创啥？一个苦瓜面，阁遐尼哀怨，唔知人哦，我是看到一个深宫怨妇。啊，你唔捌啦，莫讲我啦，哪心情无啊？爹啦，我下边走啦。哎呦呦呦！姐，家有哈，家有哈哩。心内有啥物无爽快，你就大吃大喝，甲伊宣泄掉。你是名模，也是公众人物，这是公共场合，你敢唔免小顾一下你的形象？我是倒位咧无形象，我就是我，我陈月娇哦，是百变女郎，可以当熟女，也可以当浪荡女。别讲啊，我今仔穿安尼，有气质，有水吧？真水，算你有眼光。这个包包买伫拢真小命命，但我这件大衣是新的战利品呢。阿哥，我这双高跟鞋哦，是我伫精品店内底，甲三个贵妇相拍冤家，唔只抢回来呢。那我穿甲安尼，精心打扮，坐伫这热潮店内底，甲你食热潮，啉蜜露。刚刚我配你袂起哦，我形象你。你是有个失恋哦？是非对错啊！今日艰苦煞，明仔再搁想办法啦！啊，来来来，我陪你哩，我陪你哩。哦，哎，啊，不过我真正就惊，我一世人真正无人要真心爱我，我每一遍都是跟人真心在交往嘞。查甫人交往真正这么困难，我顶世人
一定是一个渣男，欺骗做者查某囡仔的真心啊！所以这世人唔只爱来受报应，唔只无人要真心爱我。像迄童话内底爱情故事共款，女主角只要想要得到一段感情，就一定要受着一切折磨，就像迄美人鱼共款啊，为着爱，爱忍受着腹皮跳骨的疼，变成下狗，行的每一步拢像刀仔咧割共款，搁爱甲亲人断绝关系。就算抽他一钱，伊嘛是同款无得到王子啊。查甫人为什么要活到遐尼辛苦，爱到遐尼卑微？我唔知道，原来你这样了解我呢。唔对嘛，应该趁今仔日咧酒醉，去找迄个大魔王，好啊个乱整。嘉欣嘞，你的心是伫个为我跳。有酒力哦，会当我这样动心吗？我要甲话题确定好，等一下才别失手。朱丽丽，有在？谁落来？哪里向阳遐精神？我拄只向目睭自然出代志。北智慧开发确实好恁的钱，快就来。今嘛，我向你提出建议，我加一倍计向阳。就算你加到一百倍。我嘛是不答应。这个家伙已经杀掉我，头壳流二条啊！青春，这是个青春啥呢？日子可是今仔日呢？你生得水，我必叫你看好清楚。林太去找张玉福的客查某囝。张玉福的客查某囝，啥？陈世林，那是要嫁我一只乌龟，除了勇气以外。也够爱我，呼吸的关系。医生，管他，明仔天起，你两个到沙岗。天牵在咱的手中线，情写在咱的手中线。今生爱你，你是我温柔的陪伴。今世注定，甲你幸福来作伴。真坚定，我唔惊，唔惊风雨来劈山。真坚定，我唔惊，唔惊风雨来劈山。爱愈深愈意愿，甲你同齐来打拼。一世人有酒作，你是我的心肝。是人，咱永远继续到。